立文。吓一跳啊，这瑞文差点儿他过墙了，你知道吧？他干啥呢？哎，你干他呀，这人干啥呢？这人瞎眼吧，穷途末路。末路，靠，他妈好亏呀！我操！杀绝！瞎眼吧！这蓝枪出什么鞋呀？这把布点鞋吗？问你们也没用，不应该问你。这波问显得我有点不专业了。对面阵容不出布点鞋，出啥？该算是旧账风波线儿，这把对面全是 AD 英雄，穷途末路，瞎眼吧！瞎眼吧！闪现！致命一击，我点的屹立不倒啊！穷途末路，瞎眼吧！瞎眼吧！来一枪！啊，六级瑞文打我八级蓝枪，能给我砍成这样，兄弟们，我满技能，虽然说我蓝不太多啊。但其实已经挺猛了。这人也不知道要干啥，开打来。上高地，来来来来，
上高地，上高地。你别撕兵了，你拆高地呀、啊。红 buff 瞅眼睛啊，麻烦不断，扫一下，瞎眼吧，穷途末路。瞎眼吧！好极了，往下走来，这边劫来了。回放啥呀？你没看见那杰头像从地图上面出来了吗？哎，我看你这103能不能玩？啥也不是，瞎眼吧！瞎眼吧！完了 ，A 不出来了。哎呀，我上子弹呢！我操！哎，这杰怎么会这么幼呢？我一个 QR 都没把他秒了，他有布点鞋吗？啊，他有布点鞋。这鞋咋这么硬？想到好主意了吗？瞎眼吧！干他，回头干他，瞎眼吧！那打谁谁闪现？不了，怎么打谁谁闪现呢？真是烦！妈的，这221这人怎么老拿红帽？你他妈的，你配拿红 buff 吗？你跟我说一下子，一共杀俩人，杀的还没鸡饲料多呢，还他妈的拿红，给你惯的，这就是。
他干啥呀？这压眼吧。离不到啊！表演吧！穷途末路，瞎眼子，红 buff。留给有能力的人，明白吗？明不明白？